他们说是比粗造型，我觉得很像人妖。真的假的？我只要一戴假发，就觉得我很像人妖。这是徐志摩，这是夜晚。接甩手是不是？没有。不是，我刚看你这边，我以为你到。我没有，我在车上走啊。好，可以把它重复了吗？可以。好，可以，可以啊！来，一二三，一下。下一个。哎，走起！哎。今天好像真的比较有来到上海的感觉，因为前几天都只有待在那个饭店里面，然后今天有来到一个感觉很好玩的地方。对啊，凉凉的，拜托不要再热了，累累热热，你们看大哥。心中只要充满负能量，没有什么事是难得到你。那我们这种天气一点都不热。我很娘，我很娘。我觉得那个啊，那个到时候变40度的时候，他那盖子一打开，就一堆水在像泄洪一样。这世界很酷。